现在你的车子没有移走，后面堵了一堆车，你没看到吗？牛仔，欣赏你。上车，放开左脚，踩右脚。我只剩15分钟可以把鱼送回去。现在不用担心了，可以跟我算一算赔偿资金。是那个什么假件啊，骗他倒退车了。像他这么自私自利的人，就罚他帮大家劳动服务当惩罚。周慧敏，你给我记住。三立都会台10月10号晚上9点，下一站幸福。